是台北粉彩协会在我们屯区的中心展出哈。那这些作品都是一些会员哈，包括来自旅居国外的哈，美国、日本、法国、香港等等的艺术大师，把他们最好的作品这一次都搬到我们屯区艺文中心来做展览。是他们协会很用心哈，把他们这次展出作者的简历，好，还有他的作品都放在我们这个展场里面，包括他们所使用的媒材，好，都放在里面，而且做很详细的说明哈。我想这也让我们爱好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民众可以很轻易的就理解到他们这样作画的一个过程，还有他们使用的媒材，我想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